Go Go 啊！对不起。听说第一季就想要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超想来，因为想要跟达哥有进一步的交流。进一步的交流，那、那不用等到第一季啊，现在就可以，我们可以开启人生新的篇章。听说你的室友来这边当修女，你的室友是 Vivi？ 不是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还有另一个修女，你忘了？完了，阿志呀，修女好恐怖哦！没有，他现在要安静的站到数到15,432才能回来。不是他这样吗？刁民。进公司是有想到会要做这些事情吗？我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没了、啊，还有一个啦，还有一个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一个，你那个梦魇，知道吗？对、哦，你这样像神经病，太可爱了啦，好硬哦。哦，我不行了，他自己硬的。你是草莓果酱、哦，你草莓果酱一拿上去，你又不摔，要开始倒在身上。可是他们的情境跟我的情境不一样哦。你要改变他们呢？草莓果酱。草莓果酱，没错，正是托比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草莓果酱老师，是今天奇葩幼儿园的一日老师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他现在变正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最近？他刚刚这样子，他现在变壮哎，很正，很正。吃的那个音出来，我就没有发现。正，很正，是不是？他瘦很多，现在很正。对对，他我好像看到他还有在练武是不是。对啊对啊。那个就真的武术。去年我们是住一起。啊，今年就没有了嘛。对，今年。想必是因为那些房间比较挤，所以我就搬去比较空旷的地方。跟他会房间比较挤，是不是？有点伤人，对吧？像我跟胖哥住，我们那个温泉饭。是，我觉得我睡在一颗巨龙的旁边，那巨龙都会在那边喘息，我也是觉得很挤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听说你来之外，还有带礼物要给我。没错，我有准备我的这个写真跟周边要送给达哥。还有一份，对啊，达哥你，我没有看过 Kevin 可爱内衣穿的这么好的啦。我刚看你手都是要拆礼物嘞。哎，没有，那个不用拆，那个是用这样子。那是松紧带啦，对不对？比较丰满一点的话，穿起来。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 我们先不看。OK， 我们先不看。你帮我们这边上情侣叫乳沟深深害人一生，好赞哦。然后它的尺度最大的是全裸不露点，然后就是前面的衣服比较多，然后后面慢慢会变少这样。逐渐变少。对对对。我通常是快进，然后就开启吧。粘一本，还整个粘起来了，跟砖头一样。整个粘住了、啊，只剩有几个可以翻，只有可以翻上衣服上比较多的。哦，哇，还有。泡澡的哎，哦，哇哦，这给大家稍微翻一页可以哈。还有这个喜欢要自己去收藏的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书，不是不是写真集。工具书。对对对，然后是口罩。没错，因为前一阵子疫情，所以就有做口罩。那这是我养的猫。哦。对。紫喵喵的喵，100分。耶，好开心啊！你第一个上节目带礼物的，欢迎紫喵喵。谢谢谢谢。满意了吗？就整个把这个写出来，我应该把下一段跟写说打个身上。好啊，那你要知道，真的杀人跟怂恿杀人哪一个罪比较重？怂恿杀人比较重，所以你要告他。我法律的，我法律系的，真的吗？我大学是念法律。那如果说是在拍摄你的人，然后一直盯着你的奶看呢？这可能有点职场性骚扰。哦耶！拍他，然后我一看荧幕，这样算吗？可能还是要看那个每个法官的想法会不一样。所以那个东西是主观的。嗯，对，就是。可是如果你过度暴露呢？嗯，如果过度暴露的话，你是说像穿比基尼走在路上？对对，你穿内衣走在路上，你穿在内衣走在路上，你说我吗？啊、这其实是运动内衣。那你在聊那个法律的时候，会发生一场？这边已经发生了。我这么开始？为什么？快，赶快咨询。你说用手肘 A 你的胸部哦？哎，这算不行，这样不行。难道不舒服？监视器，刚刚那边人证照有三位，软吗？达哥，大家这样，达哥问这句软吗？算不算再次伤害？我说你的心肠够软吗？啊，你终于没有讲。
主持，吓死我了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再留下来咨询一下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观众应该是最小心的吧？我之前有告过一个，其实不是我的观众，是我那时候开台打LOL，可他也不知道是我，他就是骂得很凶。后来我就是当天我就跟他说我们法院见，然后他就很嘴求嘛，就是好啊好啊，去啊去啊。然后我马上那场玩完之后，我就截图，然后直接关台。通常是先报警抓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，你没办法截稿。抓到人之后呢，他就是会呈到去那个检察官那边。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又收到那个传票，就是要去开侦查庭，然后就遇到那对方那个是一个大学生。下烂，我还有去搜索一些以前英雄联盟有告成的案例、嗯、通常大部分都是辱骂女性的、性歧视、性器官的这种特别容易告成，所以我看差不多你可能在英雄联盟上骂人然后被告成功，你可能会花个10万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。哎、欸，这么快吗？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就是收到传票。他是说你有就是进行一些升级跟改变。对，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我其实有去融入哦、可以看吗？你要看吗？现在可以看啊。那我边吃边看好了。我其实是有拍成 YT 影片的、嗯、就是那个进场维修的过程。 对，我有公开这件事情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说实在，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我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想要融入，我在踏进这一行之前，我就已经有决定我未来的人生清单里有融入这一项东西了、嗯。可是那时候就是没有钱，因为融入很贵、哦。我那时候花了36万。哦，对，嗯，值得。那时候对，我也觉得很值得。从小我们家胸部每个都很大，只有我就小 B。那个会生气。对、啊，你也会觉得是怎样？对，我不是人家小孩子，我捡来的。超生气的，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就会一直问我妈妈说：“哎、欸、妈，我胸部要长大了没啊？为什么你们胸部都那么大、啊？”然后她就说：“你以后就会长大了。”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以后是什么时候。然后高中也没长大，大学也没长大，然后25岁以后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大学那时候我就决定，我以后一定要存钱让自己去融入，不然这没道理。我们家每个都是大胸部，只有我是 B cup 这样。好乐观哦，非常正面的面对这个态度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。就是自己喜欢啊，对，所以你这样子从 B 变成一，我今天穿了一个 G， 我讲到E F G， 哇哦，也快到了，其实是就是会看你的个人的身材决定，因为像我要看你下围这边，就是对，他会去量你的胸板，就是你胸板这一块。你讲话一直看着我的眼睛，是不是在盯着我？有没有？不看你的眼睛，我可是一直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是散景。我是大眼睛，而且我有点斜视，所以我看人的时候都会讲：“哎、欸，你好，好不好？”其实我也不是完全看眼睛，是看这里。哦，你要说直接看眼睛，好像也不太礼貌。哦，那就好，那我就看。哦、没有了。趁机耶，那我来看。他会跟你说你最大做到怎么样的情况会是最自然的，你再做更大的话就会看起来很假。所以你也是超级开心的吧？真的做到那一刻的时候，我每天都照着镜子，我说我胸部怎么漂亮。到现在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都还会思考我自己公开是真的好事吗？因为公开之后，其实一直受到的批评非常的多。我不管上什么节目，只要是 live 的，就是聊天室就会一直攻击这一块。我觉得你也很好，就是你把这个诱饵做出来。你就收集，然后举报，那也许然后把这36万全部赚回来，赚回来也是一种方式。你说威力之前也不太理你，对啊，威力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去参加也是录播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还没隆乳，他完全没有想要屌我的意思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后来隆过乳之后又见面一次之后，他就突然变得超级热情，就是说哎、欸、怎么样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找我啊什么的，我们也可以一起什么拍个什么东西，我可以帮你规划企划什么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他没有在抹黑，这是事实，是真的。还好你都没有上当，我还是有找他，因为他真的是工作能力蛮好的。我是一个能干的摄影师。等一下，我很难受，现在。工作能力啊！哎呀，怎么样都想不到好这个字，怎么会？我觉得先跟我道歉，他工作能力不强。没有，对不起。我大不了我狙嘛，可以吗？他都想摸你啊，你忘记了？玩游戏？这是什么游戏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
就是到我们下班喝两杯的环节啊。他为什么是假的？很可爱，你不觉得吗？这又是你乱买的东西吗？对，乱买。OK， 推啤酒。好 ，Ready， 开始吗 ？Ready，Go， Go， Go。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喝一杯茶。喝甜点，甜点茶。哎呀，完了，你这是恰恰的一杯啊。还有算事项哎，他晚上没站起来。谁要看？2000，哇！通常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会带？吃红吃红吃红！哇，谢谢！都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有点吓一跳。别的来宾来，我是不会给他钱的哦、喔。这个赞赏你今天穿的有诚意，太好了吧？都是有这种红包的。等一下，然后为什么他有在陪陪什么？陪你喝酒的感觉？他在培养感情。哦，培养感情，是不是不太顺？这是甜的。打哇，真的很苦哎！真的很苦，它真的浓缩的，而且它会一直留着这个味道。啊、我跟你说，不止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到下礼拜三打嗝都还是味道，没有了，太可怕了吧？好嘞，哇，太打理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挺身吗？福利挺身，福利挺身。福利啊，踩你的底线！为什么他会倒退路？哎、欸，你很强哎、欸，你很标准哎、欸！我有在健身。那你记得太长了吧？你也太猛了吧？猛哦！对不起。2000元，哇！今天都是你的。哎，最后一round，最后一round，最后一round吗？因为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，剩百超了，剩百超了啦！哇！耶！干，怎么那么准啊？耶、yeah, ！来来来，真的，今天谢谢子喵跟我们分享的一切，也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谢子喵，拜拜。